请问浩森晚餐吃什么？我今天晚餐吃两块鸡胸肉。我需要每个都那么诚实的回答吗？浩森，森森怎么那拿摸口爱？好。哦，深度问题了。电影中阿汉跟欧神父告解时，欧神父播的黑胶唱片是哪一首？就是 Oh Danny Boy， 就是 Danny Boy， 你们可以去听，非常好听。我那时候在拍之前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我必须拿一下东西。哎，我想要喝水。好了，对，好，那我回答到你嘛，就是 Danny Boy。下一个，哎，为什么他一直跳啊？各位，米米呢？米米吃醋了。有人问 Birdy 在哪里，结果没有人问米米在哪里。龙龙，请问浩森什么时候要出蚵仔的单曲？什么时候？请期待。我现在在公司。哦哦，请问浴室那一部分有真答吗？我如果让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就代表我成功了。Yes。请问浩森，明天会去桃园吗？这样他们问什么都没有答案。他说：“请期待。”可以那么真实吗？就是。我想要去每一个有你们的场次，但是，我们要去哪一场还是让公司电影公司安排。所以如果你们希望我出现的话，就怎么办呢？就这是晚，敲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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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笑啊，完蛋了。什么时候？欸，我发现我这样子一个一个问题回答好像有点笨欸。我决定了，留言的我也可以回一下。请问你在坟墓摸女生那一场，女生穿香蕉衣服有什么隐喻吗？女生穿香蕉衣服应该没有什么隐喻，但是我们这一部电影的确有好多。有好多地方在衣服上有一些小设计，所以你们如果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小设计。好，下一题，我觉得大家还是在这边问好了，不然我看不到，我怕那个留言被洗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想看你跟。许光汉尬戏，你说我跟光汉哥吗？好，那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尬。请问浩森可以在台北每一场徘徊吗？拜托，请问浩森可以在台北每一场徘徊吗？拜托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会努力。你知道旁边有姐姐们在旁边，我都问他们，结果他们都一直不回我。
继续。会如吗？欸，我刚刚有看我，嗨，可以唱一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吗？吉他拿出来了，我跟你说。不会啦。可以唱一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吗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嗨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再唱。这哎，我还没回答这个问题呢。怎么样可以保持像你一样每天乐观开心呢？嘿，怎么样可以保持像我一样每天乐观开心呢？我觉得。我其实也没有每天都乐观开心，我有时候还蛮忧郁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，常常笑，对，像我这样子一直笑，对。来，好，继续。OK， 请。买的衣服能要你们的签名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可以在衣服上签名吗？宣传镜子哦、好像现在希望所以不行哦。但他们如果遇到我们可以吗？可以去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们就如果刚好像我这样穿着，然后遇到了我。或是静华，或是谁，那搞不好就会说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然后我就刚好拿着笔就可以帮你签了。经纪人是不是一起直播好了？好啊，我也想。龙龙，下星期考试，但是好想去有影人出席的放映会，该怎么办？我等一下，下星期考试，但是好想去有影人出席的放映会，该怎么办？所以你是因为考试没有办法出席影人出席的场次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那你什么时候考完？这个什么 KSW19， 你什么时候考完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来帮你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出现。对啊，哎，哦，没事，我刚刚把问题按掉了，吓死我了。自己对于这部电影最喜欢的片段。我刚好像看到有人说鼻子好大，对啊，怎么样？我鼻子超大，大到我吸的空气是你的两倍，哈哈，开玩笑了。自己对于这部电影最喜欢的片段，哎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玩一下那个，这是什么？玩一下，这有点恶心嘞。好可怕、哦！为什么我单身？因为 Birdie 不在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还不错哎，用这个好了。自己对于这部电影最喜欢的片段，这可以用其他的那个神奇宝贝吗？
我其实最喜欢的片段哦，我最喜欢。我最喜欢的片段是电话亭。我可以跟别人一起直播吗？可以欸，还有那个共享欸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来找人一起直播。找谁直播？就是请求的这个人啊。好，看一下他会不会接。没有啊，我刚刚有点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哦，有欸，嗨，啊，嗨，嗨，你在干嘛？在看你直播。为什么你没有脸？是吗？对啊，你。为什么你没有脸？嗨，娃娃，娃娃说我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你要一直拍你家的墙壁呢？它关掉了。好吧，娃娃，娃娃过来。为什么不选我？你又没有按那个。娃娃，快点。没有娃娃，你看有没有？不是我关的哦，有哎、欸，有他哎，好，娃娃，跟你说，各位，嗨，哥好，哥好 ，Hello， 嗯、啊，把问题关掉，对，不然大家看不到。我好，我看到了，嘿，哟，蛋挞汤，你在干嘛？因为我在。因为我看到小姐姐在看你的直播，然后我就问她在干嘛，结果我就跑进来了。那、啊、你在干嘛？我要准备上班啊。你要准备电台？电台哦。哦。你看我这边，那小姐姐在这里。哪里？最腐。哦，是上次我见过的吗？对。我知道谁是小姐姐，嗨，小姐姐！哎、欸，结果现在你的留言都在说，在跟我告白哎、啊！大家好，大班班，再唱一句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为了时间这回事，然后呢？一次谎言说了，一次就一辈子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这样子算合唱吗？我们这样算合唱吗？太棒了 ！Oh my god！ 哦、oh, oh, ，我好笨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！好开心哦，好爽哦！没有想到，哎、欸，声音不见。哎、欸，你眼睛里面有东西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哪有东西？有我。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子。有鼻鼠。啊！对啊。歌后哎，好屌！我第四个人直播，好好玩哦。对不对？好好玩哦！我第一次知道可以这样子跟别人在一起。对啊，在一起。那这样子，我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腐女不行，他整个男的。哦，是。没有我，哎、欸，我这跟偶像同框，我要截图。好，那可以帮我吗？可以帮我拍漂亮点。你们两个各摆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你帮我截图，我们也要这样，我也要这样。摆一个 pose， 低一点。哦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然后停一下。一二三，三。不行，等一下，我帮你这样。啊，等一下，要弄我的。那手指有进去，我们快点！一二三，三，我要截好了没？好了，我叫。OK， 知道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没有啊？那咋办？基本上你的，我们太坑了，我们完全没有在理会其他人。有啊，我一直看到他们留言说
问我们太可爱了，娃娃和森森耶，所以像班班在一起。对，其实阿汉是跟班班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吗？这样你知道，你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有勾引过我哎、欸？年轻的时候，对，对啊，为什么要勾引我？可是我后来还是嫁给罗德拉。那是他妈的，那他妈的！哎、欸，我那个什么，我妈妈，嗯，我妈说你那句他妈的真的是讲得很好。你妈妈是一个的妈妈，真实的妈妈还是戏里面的妈妈？真实的妈妈，不然呢？到底要几个妈妈？那一段只有大人看得懂。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陈浩森、啊，我问你，你们票3000万了，对不对？多、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去唱歌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那时候说800，对不对？500，五百，对，棒。那三，我们现在3000嘛，500×6=3000，对，唱六次，来打勾勾，快点！我等下给祈祷看。来，打勾勾，噔，OK， 好，我等下跟祈祷讲。我说我一定要那个，对我们哦，我们要唱歌哎、啊，可以带着我一起去唱歌吗？哎、欸，他们说可以带他们去唱歌吗？有那么大的包厢吗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弟弟。到柯在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唱到柯在了吗？可以唱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刚为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姐弟？不好吗？不然你要像母女吗？母子吗？像母子不好吗？什么母子？好烦哦！所以我真的像姐哦，很像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搞不好我可以当我比较像哥哥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长得比较操劳。我现在有我逆龄，好了啦，好了，没有人，大家都想你是因为歌后所以容光焕发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现在很漂亮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一直都很漂亮啊。No 耶，我不能再继续讲这种情话了。华华会生气，华华会生气。华华呢？华华去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，好像在忙吧。哦，好啦，你等一下电台加油啦。好啊，好，那就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喽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多人在看你的直播，有2300呢、欸，好多。那是因为你在，那是因为你在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退出，你就。大概带了那个一半的人走了。你少来，我刚进来已经有2000了。没有，其实这直播一直只有3个人在看，然后我和两个经纪人这样子，我邀请他们来看。好啦，你不知道我那个桌上放了1000多台手机在起留言，假装是很多人在看这样子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赶快去电台吧，拜拜。不要再叫我好不好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他说走，有人说走出电影院很难想象娃娃和王世贤的小孩会长怎样。我们可以用那个、啊、网络上不是有那个程式可以合成吗？我可以帮你们合成一张。哦，好，来，好啦，那你去聊天，我先去上班，再聊喽。上班加油，偶像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只加油拜拜你。哎、欸，那怎么退出啊？按、等一下，好，叉叉吗？拜拜。你看，来，我们看那个人，2422。这些没有退出的人，我真的是爱你们，好不好？直播是不是都要说什么？我这里只剩20，你这边剩21个人，2400。你看2399，你看，你看，大家在跳，大家在。跑走了，我们来找下一个人，看有没有下一个人要跟我们直播。我跟你说，
曾俊华、欸，开玩笑的，没有华华，华华在忙，没有华华，好吧，我们是不是要出发？八点半要出发，各位八点半就要出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回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涛涛在吗？涛涛在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他在干嘛。Jason， 我是可以这样自己。他不在、欸，我看，那我继续看你们的问题喽。浩森这周上不去北部跑 QA 的场次，高雄嘉义场我跑得太伤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个 Love 52001201，那个要注意，就是我很谢谢每一个人来你们，但是你们请记得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徐涛的是 Jason Tao， 他可是曾经的。就是那个荧幕伴侣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有跟我哦，跟我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是要这样吗？这是什么？生日快乐，好吧，8:20了，快哦，剩下几分钟。我再来看一下有谁的问题。自己看完电影有感动哭吗？有啊，我每次都会哭，可是哭的地方都不一样。你们什么时候哭的呢？可以点名字，可以再唱一次这个世界吗？这个世界。有听到旁边人说话吗？嗯。以后有机会。哇，这个人流好多、哦。他说：“浩森可以多讲台语吗？好可爱。”那有啥咪问题？您好，您好，我是阿汉，我是阿汉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觉得。什么？我要随便乱滑了。请问浩森有准备很多零钱打公共电话吗？有，那一天我记得美术老师就给我两大袋的钱，然后我就放在口袋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夹着，然后一直投，然后因为很多零钱会掉下来，然后他那个孔其实没有那么好投，有时候。有那个生锈的还投不进去，麻烦，所以到最后打给哥哥，哥哥不是在直播吗？哥哥在直播啦。慧茹也没有，慧茹也没有要求要进来。如果有慧茹，可以跟慧茹直播，但是慧茹没有要求。应该在忙。慧茹在忙。好，我25分的时候再做结尾。好不好？会不会再来高雄？上次坐在第一排看到你很开心。我会再去高雄吗？这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因为你这句话，如果有机会去高雄，我一定第一个说好。好感人哦。我说他啦。哎、欸，我这样自己对话，我真的觉得像。有点像笨蛋，怎么办？华华 VS 涛涛？问号？你的意思是想要看华华跟涛涛跟涛涛演吗？还是想要看？想要问我华华跟涛涛，我选谁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直播还蛮好玩的，可以看到大家好多问题哦。我这样子好像回的比较快哦。对不对？那我以后唱
场直播好了，看到你就想哭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那要不要？那这里有什么玩偶吗？我让他看起来玩偶啊啊！我让你看我的朋友，我让你看我朋友。来，你看他，我看你还会不会想哭？你看他，哦，水当当，皮肤多好，来看一下，45度，哦，哇哇哇，还可以跟你有手势呢。Okay. 来握手，握手，不要再掉了，怎么办？来握手，你好。太闹了。那娃娃不在，我就旁边就有别人的。差不多了，24分了，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个问题。就圆你这个梦，可以帮我跟孟德说生日快乐吗？孟德生日快乐。好，25分喽，各位，我要去工作了。那个。最后我，好了，我唱一小段给你们听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希望让这世界静止。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谢喽，大家拜拜。还有你们，凤梅姐嗨，我看到欣怡姐留言，凤梅姐跟凤梅姐说嗨，凤梅姐嗨，欣怡姐嗨。然后大家给的卡片呢，我都有收到。也有看到，然后但是就是希望不是就是希望，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你们来找我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要小心。然后啊，好像妈妈，然后你们给的礼物我真的很感谢，然后很喜欢，但是要就是还是不需要你们花那么多钱送礼物，所以卡片啊，或是留言，或是直播上面你们的 feedback 这些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棒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什么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哦。然后剩10%了，我的手机剩10%了，为了你们，我的手机剩10%，最后。WANAN， 大家晚安，去工作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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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